威尔赫森家族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家族，但是有一个传说，威尔赫森的祖先因为得罪了一个巫师被下了诅咒，他们家族生的第一个女儿将会是一张猪脸，只有找到自己的真爱之吻，诅咒才会解除。而女主佩妮就是威尔赫森家族的第一个女孩，当然诅咒也应验了，佩妮长着一个猪鼻子。因为怕影响到家族的声誉，佩妮的妈妈在佩妮很小的时候就对外公布佩妮因病去世了。然而妈妈把她藏在了一座城堡中，让她悄悄长大。为了帮佩妮寻找到真爱，妈妈在佩妮刚满18岁时就安排男孩和她相亲。但是每当相亲的人看到佩妮的脸之后就会被吓跑，而后妈妈就会与他们签订封口协议，让他们保守这个秘密。这一次，一个叫爱德华的相亲对象在见到佩妮之后就跑到了警察局报了警，别人以为他疯了。而有一个一直对威尔赫森家族诅咒感兴趣的矮记者找到了爱德华，两个最后决定要把事情查清楚。于是他们花钱雇了一个赌徒麦克斯，假装成佩妮的相亲对象，希望他接触到佩妮以后可以拍到佩妮的照片。当佩妮出现的时候，所有的相亲对象中就只有麦克斯留了下来，这引起了佩妮的兴趣。接下来麦克斯又和佩妮进行了第二次约会、第三次约会，彼此间的了解也越来越多。麦克斯从心底里喜欢上了佩妮这个温暖的女孩，麦克斯也是佩妮第一次能感受到心动的男人。佩妮鼓起勇气出现在麦克斯面前，麦克斯伸手想抚摸下佩妮，但是却不小心触发了相机。觉得大事不妙的麦克斯跑到外边把矮记者的相机砸了。佩妮想让麦克斯娶她，但是麦克斯碍于身份悬殊拒绝了。和佩妮的接触中，麦克斯知道佩妮是一个好女孩，所以他拒绝与坏记者再合作下去。佩妮从家里跑了出去，她一个人用围巾遮掩着鼻子，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看到了一个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，最后给自己找了一家旅馆住下。而同时，矮记者也知道佩妮从家中跑了出来。第二天，矮记者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长着猪鼻子和尖牙的怪物女孩的照片，悬赏通告。佩妮的父母找到了佩妮所在的旅馆，佩妮惊慌失措地逃走，身上没有带什么钱。佩妮用自己的照片从记者那里换来了钱。佩妮的父母最终也找到了佩妮，但是佩妮却因此曝光了，所有报纸都报道了佩妮。然而和原来预想的不同，人们并没有把佩妮当作怪物，反而获得了好评和喜爱。所以佩妮现在可以光明正大地出现在大众面前。之前到警察局报警的爱德华突然出现在佩妮面前，向佩妮求婚。当然，他向佩妮求婚完全是因为威尔赫森家族的名望，并不是因为真的喜欢佩妮。为了解除诅咒，佩妮还是答应了求婚。在婚礼上，麦克斯及时赶到，想要揭穿爱德华的阴谋，但是被爱德华阻止了。然而佩妮却因此选择了逃婚，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应该只是为了解除诅咒就随随便便和一个人结婚。她大声告诉妈妈自己喜欢现在的模样。就在此时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佩妮的相貌突然变回了正常，诅咒解除了。原来能使诅咒解除的并不是真的要找到真爱，而是要自己能够真诚接受自己的样子。佩妮和爱德华解除了婚约，同时她也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成了一名小学老师。终于有一天，佩妮和麦克斯在一次舞会上相遇，两人互相解除了误会，因为知道彼此就是自己最想要的人。最后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真爱自己的人，可是我们却忘了爱惜自己。我们总在羡慕着别人，却总是遗漏自己的独一无二。其实生活不再是苦苦地追寻完美，而是一种善待自己的态度。